这艘像巨型游轮一样的建筑是青岛又一处网红打卡地，它就像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一样，登上舰首就可以俯瞰大海。走上这个建筑的顶部去看一下，这条彩虹梯直通舰首的顶部，长长的步梯就像慢慢的通向天空一样。来彩虹梯的一边挂满了许愿的小卡片，这条彩虹梯已成为年轻人时尚的打卡地。爬上顶端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和小岛。我现在就爬到了顶端，我的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个彩虹梯和这个如巨型游轮一样的建筑，青岛又一处网红打卡地。登上顶端，远可以看大海，近可以看小岛。如果你来到了青岛，这里也一定来逛一逛。